2024年度施政报告，施政重点：加强人才文化教育青年工作。为推动澳门的长远发展，特区政府不遗余力地培养、储备及引进一家四产业多元发展所需人才，发挥澳门独特优势，持续充实一基地内涵，塑造文化之城，优化教育软硬件建设，提升教学质量，进一步拓展高等院校办学空间，提升区域和国际竞争力，打造研学家旅游项目。与此同时，重视培育青年的全人发展，完善青年政策行动计划，继续推行澳门青年专业发展计划，推行爱国主义教育，不断增强青年家国情怀。